发生 6.5 的地震，震央位在宜兰南澳，全台有感。北部最大震度四级，先是上下摇动，然后是左右晃动。而台北市的南机场市场建筑也因为地震影响发生楼梯送损，甚至钢筋外漏的危险情况。地点是在中华路的二段311巷以及309巷部分建筑，建筑受损，包括扶手断裂，钢筋也已经外漏了。而目前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勘查，新闻最后就带您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钟继荣，我们再会。